该没有令人惊讶的年纪，应该都正常了。接下来看起来都蛮小，剩下三位最大的就是强强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他们应该二十，强强是32嘛？刚刚他们两个二字头。那菲比也是32吗？我30整。哦，刚好30，然后配个比我还要小，28。哎，最小的，最小，最小的，被人家误认为是比较年纪大一点。我从小就被误认了，但是以前女生都不是想要装成熟，对对，所以我以前是开心的，所以我十几岁就被误认为好像25、26，然后真的到25、26被认为差不多31、32。然后我现在也差不多被认为35左右，我就希望到35就不要再被认为是40了。现在有人认为你35？不会吧？那不然你们认为我几岁？刚哈的人30吧，30出，30出啊，上下出头，也跟强强30出啊，小主管那种感觉。强强32倒是蛮惊人的，不然我看起来像几岁？其实我觉得是打扮的问题啊。我觉得你跟萝莉塔年纪要互换才对。我觉得我是打扮，但我也不要这个样子，我绝对不要这个样子。你不要小甜蜜了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不想，我就是我喜欢这种比较艳丽型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种型哦，你们那种装可爱的，在国外人家男生不会喜欢你们，因为人家男生很介意，国外男生很介意女生看起来像小孩，人家会被怀疑像变童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只是打扮的问题，我就只是打扮的问题而已啊。人也很有问题吧？好像是裤子是不是？是裤子，这什么太小啦？这个是什么裤啊？是的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不是啦，你给人家穿这样，两只脚穿同一个裤管呢？太丑陋了！太丑陋！你妈妈吗？他这个就是给你，他刚两只脚并在同一个裤管，然后一直这样子。我的屁股也很大，这种装可爱的都是没屁股才干这种事。我们有屁股有身材干嘛？有流行一个新的风格，是就是加一点芭蕾的风格在日常穿搭里面。我不是不行，我真的感觉有点像小甜甜布兰妮。我觉得你有点像安室奈美惠那种感觉。小甜甜布兰妮可以耶，可以穿蓬裙。我跟你说，我这种感觉是想常穿蓬裙，上半身也会全裸。就是他已经露点，对我来说我应该是要这样，因为露点。你看我一定要弄那个啦。黑鸟社团，早鸟协会又来，早鸟协会。赏鸟协会没错了，赏鸟的。没有，我这种就是强强，真的赏鸟协会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这种脸可以耶，怎么看都是好看。可以。你给我眼镜，红的帽子，像大明星想要躲狗仔那种。就是通常都可以。真的，你长得也比较成熟，或者说你外形打扮比较成熟，你怎么风格都可以。无法毁掉你。可爱型的，就是会容易被毁掉。这个一定要换这个啦。这个脸色很好。毛毛，哎呦，怎么戴都好看。怎么戴一定很好看呢？可以啦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他的脸，他的头可以啊。可以。好看。看到我的样子，什么？这个对，这么难搭的，男友风哎，我跟你讲，是外形啊，是妖艳型的，真的很难毁啊，真的，很难毁得掉哎，来了，毁不掉。你戴这一顶，如果你也 OK， 我真的服。不要，我只要上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可以。输他，来来，你戴一下。这个他这种毛毛的，罗丽塔毛毛也可以啊。毛毛，可以啊。笑成这样，有点呆啊。你那边给我乱呆一通，你他妈没水准的哎。玛丽亚去洗碗。有点要疯人院出来，给 Peg 啦， Peg 太成熟， Peg 太老成了。Peg 是发型的问题吧？我的发型哪有什么问题？有一个你去长直发太成熟了，对。然后再戴个鸭舌帽啦，这个黑色鸭舌帽。像这个 Peg 你才28岁，你为什么穿的衣服是我会穿，44岁在穿？你穿太年轻了啦，帮他调一下那个头的大小。好，压前面。好，我觉得蛮合的哦。这个有点像，这有点像日本cosplay，有点像日本。
酒店小姐，酒店小姐，日本的，这么久有变年轻，我看109辣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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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9辣妹有像，有涩谷的109辣妹，其实有时髦，其实蛮辣的，其实蛮好看的，其实蛮辣的。辣也是妖艳脸，对，可以，也变年轻，有点有啦，有。这样几岁？高中生、大学生这样，20吧，刚出来什么？可能20，对，刚出来玩，差不多都是会造型比较夸张，21，还会年纪，对，大三了，大三了，差不多大三，真有，像大可以啊，可以，真的，喜欢这样吧？我居然只有 Peg， 还有强强跟那个白云哥，对，可以改造，可以改造哈。菲比应该很难，他就长相子啊，他已经是看起来。因为我就很常遇到那种，就是在西门捷运站那种酒店经纪，然后他就很想要利诱我，他就说，哎，妹妹，你想不想买那个香奈儿？你想不想背 Chanel？ 你想不想拿 iPhone？ 他就想用这种方式，然后来就是觉得我年纪很小，应该很向往这些东西。然后我跟他说没有，我已经年纪很大了，他们不相信。所以他想要买你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想要让我去当酒店小姐。觉得你心灵很容易被诱惑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觉得像酒店经理哎。妈妈长啊，妈妈长。哎，改造好像是除了看脸的长相以外，我觉得就像刚刚 Poke 不是说那个体型。体态好像也很重要，脖子啊，对，因为它会有一个一层在这边，然后轮廓线会不明显，对，要打雷。体态好像也蛮重要，也会影响年龄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嗯，我是生过两个小孩的妈妈，妈妈很容易会有这种妈妈手啊、妈妈背，然后而且妈妈很容易这边会囤积，然后站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怀孕的时候习惯，而且就算生完之后，腹部因为子宫也胀大过再回来嘛，所以我们这边很容易会比较凸，然后再加上站姿有没有，小腹会凸出来，然后背会这样。因为我这个人是要有对的时间跟对的点，就是我一定要早上起床，喝一杯黑咖啡之后，然后才会顺畅的这样。如果这两个东西都错过，那一天很赶，或是那天没有喝到黑咖啡，我就一整天放臭屁，但是都喝不出来，一臭屁臭屁。我跟你讲，屁只要是臭，就代表你屎没有拉出来。在洞口，对对，真的，在我也是很经验之谈呢。我有一次是开车载马哥，那一次就马里欧，开车载他，哇塞，在车上我真的受不了，就撇了，很想放，我真的那一天太赶了，真的没有上。在车子里我就想说，那就解放吧。就后来放完以后，就是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就马哥过了10秒，马哥晕倒，马哥很困惑的看着我说。然后我放屁，太直接了，你要下车了。对，不是我就是他。至少讲个空气滤网该换了之类的。你们不会先讲哦，我还是开个窗户。我说马哥真的不好意思，可是是无声之屁，是不是？无声之屁，哇，那种最臭最臭最臭的。可是我心里是存有一点侥幸的心态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前一天我也没吃麻辣锅，也没吃。应该也不会到躲得过那么严重。如果你只进来没有出去的话，那真的不管怎么样都是那个隔夜屁就对。对，哇，那很浓啊，隔夜才有。真的，所以宿便的话放的屁就很可怕啊。然后还有我这边也会囤积。那其实这个很重要，因为除了体态之外，气色都会被影响。我气色很糟的时候，那时候。整个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狼狈，然后肤色很不均匀，然后你看，哎呦，好怕，整身红痘，旁边会长这种，你看，这种是大烂痘，是最难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烂痘难消，哎，烂痘可以一个月不消哦。那时候不管怎么遮，你看就是整个人。肤色不均匀，是黄黄黑黑，然后有颗粒的，然后那个痘真的是，因为它太立体，我连遮瑕是遮不掉的，因为我代谢不好，就是代谢不好，然后循环不好，没有办法，就是也年纪到，所以萝莉塔你要注意，38了，通常38卵子衰退的同时，就是我们的循环跟代谢也会变差。你现在看起来皮肤状况是很，我卵子都好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气色这个东西，就像我说遮瑕会遮不住嘛，那你当然就是要由内而外，如果你气色好。皮肤是从内而外发亮的话，那你妆自然就可以淡，也不会体态啊，跟皮肤也不会长一些 logo logo 的。所以我要跟大家推荐这个日本双效益生菌，它里面有这个比菲德氏菌，还有膳食纤维，这很重要，因为这两个加起来它就是双倍顺畅 ，turbo 的这个顺畅力。所以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什么早上、晚上、中午都 OK， 黑咖啡不需要，就是说我一整天如果我有固定补充这个的话，其实我就是很顺畅，就是想来的时候就来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跟我们一样，想来就可以来一下，一段吗？对，轻松轻松，太真的了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如果受环境影响。
长会说时间控制这种东西很痛苦，你会花很多时间，因为它这两个这个双倍顺畅配方呢，它可以让你这个体内啊，它这个顺畅力增加，蠕动力也会变好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体内非常活泼，以前死气沉沉不动，我现在光是那个做个脸啊，接个睫毛或者什么的，比如就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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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会变，可是会变得大太多啊。其实不会，大概3到4次一天啊。对，而且是很舒服，是漂亮的一条状吗？很漂亮啊，你自己都会在那边看很久。看这个干嘛？我也赞叹啊！你当下的屎如果是一条，你就会觉得说哇，好有成就感哦。很多种益生菌，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点 confuse， 因为市面上，但很多人也会去买养乐多啊，很多人去买优格啊，对，永和的邱太太，我要告诉你，那种东西，邱太太是谁？还有访疗的关小姐，我跟你们说，都来哦，不要乱吃，像。我为什么会推荐比菲德斯菌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龙根菌，它是可以耐酸的，耐酸它就可以直达你的消化道，它不会被破坏，它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。不然你们乱吃都只是白花钱。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找这个日本的双效益生菌。那除了这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益生菌除了帮助比较顺畅，它有没有其他的功用？现在大家都会很要求，因为环境不好嘛，大环境不好，所以它这个里面还可以有一个乳铁蛋白，增加大家的这个保护力。其实就是调整体质的概念。上一次我用健保卡是什么时候？是竟然是我要缴那个我们家的车子的罚单的时候，要插进去读卡机在上网缴罚单的时候。我已经大概半年没有用过健保卡，我那时候才把我的健保卡都是成药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我是他双效益生菌，它才可以调整我的体质，让我们自己基底打得好。哎，凡哥你有吃？有，你看这一包够吗？这一可以就这样子，它里面这个粉末状是很细的。我们在第一排这些老人们，我们也很适合，因为它的它只有4.9大卡。哦，它不会造成完全没负担吧？它不会造成，然后就每天就是记得，然后随身携带这样子吃，对。然后它是日本的百年大厂老品牌，大家吃的很安心。其实呢，它这个订购也很简单，你就上官网去认明它这个日本的大厂牌，不要自己随便乱买，官网买就是最有保障、最实在的。然后或者是打电话去他们的这个官网上面都有电话，你就打电话去，一包也免运费送你家，是这样一包，不是这样一包。上次有人问我说，这样一包要送到我家吗？是这样一包，哇塞！对，永和的邱太太，不要搞错了。不要再说，邱太太真的会打来，我们永和的邱太太现在都很生气，一包就这样子送到我们家来。然后如果你怕会忘记，因为这个要定期补充嘛，它也可以定期的这样送给你。对，然后里面你看它里面的粉末就知道很细。请问送货的人是姓什么？姓关，关庙的关先生。他会不会送这个？北中南都可以。对，跟大家都很熟哎。对，苏澳的苏兰管小姐啊。对对对，剑湖山的剑女人，都小姐，他们都有在使用，都有在使用。哎，从南到北，对，从日本到台湾，都非常受大家的爱戴。哎，不行啊，你一定要。来一个比较漂亮的，刚刚那个痘痘照片我挥之不去。真的吗？太秀一个了，大家看一下哈。这个身材，现在穿这种蓬蓬裙也可以很辣妹，很辣，瘦的，44岁，对啊，44这样啊，受不了。然后我也没有虎背熊腰，对你很窄，对你肚子好平啊，背很薄，背很薄，哇塞，背薄就很厉害，苗条，大家可以吃的很安心，里面都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啦、香精啊，你每天吃又可以变漂亮。又可以健康，是，而且如果大家有任何这个疑问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收看，对，上面有更多的详细资讯哦，赞啦，谢谢。我觉得好像不管是外表年龄看起来大还是小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态的年轻。每一次跟大家聊天，如果是聊那种很年轻的话题，感觉整个人都漾起来，漾起来，对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漾起来很老，对不对？蔡克，你几岁啊？30，今年30。哇，那你跟菲比一样，你看起来也很老哎。所以刘川看起来好像更年轻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